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雪玲，有马二啊，赢姐。呢个月啦，我哋睇咗到几多套剧场版嘅嘢？几多套啫？两套咯，三套先为多。未到几、啊？系咯，未到几、啊、？OK， 系啦。咁啊，分别嘅就喺呢一个《苍狼降劫》啦，即系下半节。下半部嘅劇場版啦，同埋一個就《於神計劃》嘅三部曲嘅其中一部啦，《師姐帝國》啦，係應該嚟緊和諧就會上噶啦，第二部曲啦，二月會上，係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就要留意啦，係啦，咁啊，我哋首先講咗先嘅，咁啊，當然我哋最早睇嗰套啦，趁我哋記憶猶新啦，其實都唔記憶猶新嘅，好多嘢都唔記得咗你，唔會記得㗎，斬落刀嘅對決，永遠難忘。咁我哋就講咗呢一個就係《蒼藍鋼鐵》先啦。咁啊，上半集即大家都記得，我哋曾經講過就係呢套嘢係點樣將一個完全唔知套嘢講咩嘅人扭曲咗啦，而扭曲咗嘅人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係啦，佢結果就決定第二部我都係唔睇啦。其實第二部嘅故事個意義上嚟講啦，其實佢係為咗完成個故事完咗佢劇場版部分完咗，即係你唔會再見到，應該我相信唔會上電視版。依啲通常都係咩呢？其實一啲作品呢原本有二季嘅，但其實可能係因為經費問題啊，或者係其他嘅因素呢，就或者冇期待嘅，咁佢就會變咗成一個劇場版。我唔肯定蒼藍咪唔係，但係個成本其實真係會慳咗咩？慳咗嘅其實 ，OK。嗱，你見到其實今次蒼藍裏面其實亦都係犯咗或者係咩咧？佢同好多嘅動畫嘅劇場版一樣，都係發生咗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佢根本唔夠足夠時間去解釋好多嘅嘢。其實我覺得佢冇心去解釋咯。就算你做俾佢時間，俾12集去做電視版，佢都唔會解釋嗰啲嘢。我都係呢樣嘢真係唔知道。我哋而家就真係事後好明嘅啫，其實係，所以就好難。但係至少而家睇落去就係、是。在動畫裏面我先這樣說的、我不覺得這一套作品呢是真的去到很差的、它只是欠我三件事沒有解釋的、我們會接下來會說下去的，是的。那首先其實一開頭在劇場版的一開頭那一節就是說回就是這個所謂叫做海姆的戰隊的構成啦，還有就是這一個大和被擊墜嘅呢一個嘅前事啦，講翻嘅伏筆啦，都唔係伏筆嚟噶啦，佢都講到好明噶啦。OK， 因為你呢個位其實佢講到咁明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時間再報伏筆，唔係嘅話，我相信 Eola 係大和嘅分身呢件事，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應該會收埋咗。應該要鋪，如果譬如話喺即係電視上面即係分集數嘅話，可能會即係。用幾集嘅時間去報一報呢條線。其實應該第一季會講咯，動畫佢唔係第二季等崩出嚟嘅新設定係一個。咁問題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話其實我有睇過原作嗰邊啦，當然我唔原作我近嗰十回我都冇睇啦，但我睇到嗰陣時其實佢係真係同而家同動畫版嗰個咧，其實係已經差距咗好遠。已經自創一條線走出嚟。係啦，已經自創咗條線嚟㗎啦，佢已經係。咁而家個故事裏面就話 ，OK， 因為嗰個所謂咩啊咩迷物提斯唔知咩咩暗碼定密碼定咗個，你想講？我唔記得咩暗號定密碼定乜鬼嘢真係。咁而即係呢一個佢講其實咧呢、這個指令咧係我欠嘅第一個我要講嘅第一個解釋，欠嘅第一個解釋就係佢，佢究竟係乜嘢嚟？其實去到最終動畫嚟講都係冇講過，而其實所有而家叫做。海姆之後的一切的戰鬥行動全部都是由叫做大和和武藏這兩隻旗艦共同去分配或者指派出來、應該說他們兩個都認同那個他們的一個的方向、才可以借那個名借曲的名義去跟全個艦隊的人說的、而前事那裡說就是大和就是見到阿群像的老豆啦，被他老豆的大叔氣概深深地吸引了。武藏都是的其實武藏我反而覺得不是的，不是兩個都喜歡而不過不同的感情。武藏那個狀況就是說大和喜歡什麼他就會喜歡什麼，他反而是喜歡家姐多一點，我感覺上最主要其實呢，這裡第一件事就是其實這個曲其實是去到開頭去到直到最尾沒有說到究竟這個曲究竟個起源是什麼，就是老實說你很難不去不說，因為其實他是海姆戰隊
嘅形成嘅其中之一咯，最重要嗰部分。最重要部分係。唔係，如果佢一講咧，就講埋海姆男隊呢扎人喺邊，呢扎男喺邊度嚟嘅係。唔係，佢會唔會係因為臨時臨急啊編唔到一個原因去講？譬如話，佢假設求其編咗個原因啊，會唔會話出嚟變咗好多反駁位，從而有呢個考慮就係話，唉、哎，不如索性唔講就算咯咁樣。你唔講仲衰，要講好簡單，睇多位先就知噶啦。外星人先出嚟噶嘛，外星人要挑戰地球人啊嘛，幾難啫？外星人走曬咯，咁個曲咪冇咁深度咯嗱。一句搞掂，唔會壓你一分鐘嘅時間。呢一度其實個故事裏面佢開頭咧，佢尤其是喺叫做第一部尾同埋誒依一新呢一套劇場版嘅開頭啦，阿群像嘅老豆就出現啦。其實即係群像老豆其實就死咗噶啦，已經係、劇場版嚟講。唔係，但係上回提要嘅時候咧，似乎就未死，同埋就作出咗一個全球嘅宣言。係啦，嘅一個武將隔離啊嘛。全部人同我投降。就歸於呢個海姆嘅管轄之下，咁你哋就可以有呢個和平㗎啦。個問題其實係咩呢？第二件事其實冇好清楚去解釋嘅就係呢，佢老豆嘅死因係乜嘢？佢點即係佢老豆點解會俾日本軍嘅軍官去殺死咗？而因為其實先會引起就係大和同武藏佢哋嘅分歧啊嘛。其實可以喺劇場版推測得到嘅，但係佢就冇實講，唔知係咪咁樣咯。因為你最終即係知道就係咩咧？佢老豆俾一班下屬啦，男隊嘅下屬殺死咗，而殺死佢嘅原因係佢又冇好好明確講到冇，好明確講到點解要殺佢、其實係。而你話喺根據前因後果裏面亦都冇講到就係話哦，究竟？是不是因為不應該接觸海姆的男女，定還是這一班人其實是奸細就說哇，如果這個大叔成為人生的贏家，得海姆得天下的咯。唔係，我翻去有諗過嘅。嗱，如果你因為當然睇完之後，我諗，會唔會因為嗰班下屬唔妥啊？大叔佢要同海姆勾結，即係你背叛人類，即係如果用佢人類方嚟講係。唔係，其實喺人站於人類方嘅立場嚟講，你係聽從一個非人類方嘅身份，其實你已經係即係自愿歸順咗人哋嘅咯。唔係，即係我可能會咁啦，但係有個不嘅係，如果你咁做，佢哋班人第一件事為。啊！上面啊，我哋呢個艦隊咧，佢背叛都係人類啦，同海姆投降啊！即係軍方一定會第一個會知道先。或者咁講啦，喺叫做同呢一個海姆接觸裏面，其實係屬於就係佢哋成團人嘅嗰個意願啊嘛，即係阿群像爸爸嘅意願，同埋佢嗰班下屬，你見到嗰班下屬，即係當然佢冇點好詳細去講，但係其實係咁啊，冇詳細，幾乎係。佢係受咗呢個日本嗰邊指令，就係去揾海姆去講數，而跟住就係咩呢？當講掂咗數之後，你殺咗佢，咁件事係拗唔通嘅，好似有啲矛盾咁樣。唔係，所以咪就話你最後唔妥你咯，兩條女撈曬你，我唔中意，我唔 like， 你去死啦，同我燒咗佢。但係佢有冇諗過做呢樣嘢嘅時候會對全全人類有個滅亡嘅可能性？唔會㗎，佢冧咗就同我溝翻佢咪得咯我要咩下屬？成分你溝得到就係啫，人要嘗試㗎，即係你要有大叔嘅魅力先得㗎嘛。唔係咯，啲人要試我攻略先知㗎嘛，係咪先？咁、那個故事其實就係、是就算你話去翻就係話劇場版啊群像嗰邊收到就係話呢個最終通牒嘅時候，就係佢老豆其實已經係死咗，嗰個係一個做出嚟嘅假象嚟嘅。咁啊，而你話阿群像佢哋嘅目標其實嗱，其實咧呢度個世界形勢咧。佢亦都 present 一樣嘢 present 得好唔夠，其實應該話上一集佢都仲好少少嘅。佢今集就係咩呢？嗱，之前運送呢一個彈頭過去俾呢一個嘅美國啦，咁然後跟住佢就 lock 咗個彈頭，就唔俾佢哋去發射或者使用呢、暫時使用啦，係啦，而俾嘢俾咗你，但係我 set 咗 password 先，咁嘅意思。而嗱，成個故事裏面其實最有趣就係嗱，阿群像係好典型嗰種就係咩呢？日本嘅動畫裏面最興就話。溝通先有出路㗎嘛，打係冇意思㗎嘛。互相理解好重要。互相理解係非常之重要㗎嘛呢一件事。即係話我哋係一個知性嘅生物嚟㗎嘛，凡事應該係講口唔講手。講咗接觸先，接觸都係講唔掂先要再打㗎嘛。而你話佢就算好似話佢跟住同日本嗰位高官去交易嘅時候，佢話我俾個曲你，你喺適當嘅時候呢你就用啦。咁但係呢呢一、這個所謂叫做咩呢、叫做世界方面嗰條線呢，就點樣去叫做政治籌碼呢件事呢，最後係完全冇講到。最後就係咩呢？群像你搞乜嘢呀？我相信你喎。跟住就拎住個 call 喺度，究竟俾唔俾出去好樣呢？
就算俾係日本啫，美國邊冇嘅喎，唔係應該話咧，群眾當呢、這個即係彈頭咧係一個最終嘅手段，即、就、係、是、一用到呢個彈頭咧，其實就已經同海武係冇一個和好嘅可能性㗎啦。嗱，咁樣樣其實係好有趣嘅嗱、嗯、，OK， 即係大家都應該知道，所謂叫做兩個敵對勢力，佢、嗯、哋和談最基本嘅條件係乜嘢？實力。嗯、就是等對手知道，就算我贏到你，我都只不過是慘勝，甚至是我未必一定贏到你，只不過現在的宏觀形勢打下去，我比你樂觀。所以就是什麼呢？那個所謂的震動彈頭其實跟核彈是同一個原理的、嗯、你應該讓它射一飛先。但射一飛就已經可能有機會就導致我和談我都唔同你傾㗎喇。唔係射一飛可能打到你全面開戰㗎喇。得幾成血咁又唔會殺你啲人先。嗱應該咁講就係、是、其實我開頭睇嗰時嗰、那個時機呢我一直係研究緊話究竟幾時先係俾一個適當嘅時機。適當時機去發射呢個彈頭、嗯、其實就係喺佢哋談判嘅期間、嗯、我覺得你要人類方你都要有一定嘅實力你先可以同人有談判機會唔係話喂我想同你傾下即係、就是、你等同於就係咩呢如果啲雞識講嘢嘅跟住話啊、人類啊，我想同你傾下嘛，即係唔好每年食幾億隻得唔得？我哋已經有五百億隻嘅禽流咁嘅雞，會令到你哋人類死亡啊！要顯示呢樣嘢實力先得噶嘛？即係我覺得話呢個位嗱，即係大家有心有量嘅，即係嗱，我哋盡量唔病，但係你盡量食少啲，有冇問題？即係嗰個先係有個巴金嘅 power 噶嘛？你而家就係話哦，群眾嗰邊話哦。我想同你傾嘅，我覺得海武係同人類係可以互相並存嘅，同埋就話海武係可以有自己嘅意志嘅，即係呢啲等等地理嘅嘢，其實係亦都係叫做咩？同頭先我講嘅第一件事就話，因為冇解釋個曲究竟係乜嘢嚟，而就係話呢班海武嘅心智祖母其實係完全遵從於個曲噶嘛，至少喺海武質嗰方面，佢哋冇所即係佢哋對個人意志，雖然佢哋有，但係佢哋唔承認自己有個人意志嘅。嗯咁就係話佢哋點樣去擺脱呢件事？如果你唔清楚講到個曲呢一件事嘅話，其實你好難說服觀眾去覺得話啊，嗰班人突然之間話、哦，我覺醒咯，我可以同人類共存啦咁樣。唔係，即係好明顯，你見到阿群像佢從來冇諗嗰樣嘢，即係海姆嗰邊，就算佢即係佢啲口供都有啲人啦。唔會，我哋其實跟呢個咩乜乜乜乜乜密碼曲去行事嘅，不過啲曲咧好早落梅更新過啦。咁你應該諗下，嗯，係咪要同曲？我唔係要同武藏談判，我要同曲。而家你加曲有冇冇咗件事先？咪研究呢樣嘢。唔係，其實下邊就唔知道，應該得武藏同大和知嘅啫，即係冇個曲嗰個嚟到。因為個曲冇再俾再新嘅指令出嚟，所以由佢哋兩個去聯合去討論一個新嘅指令，新嘅方向或者新嘅指令，新嘅方向。海姆依一個艦隊應該繼續點樣走下去？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其他嘅艦隊似乎就唔知道個曲冇俾指示佢哋㗎喇已經係因為其實嗰個呢個有啲唔同，即係嗰個曲你唯一嘅設定裏面就係、是、個曲唔俾指令嘅話，我哋就知道就係有兩隻旗艦去發出指令可以代替佢、嗯，但係個曲係乜嘢就指人佢只係講咗呢個設定，而 OK 啦，其實到其實我覺得咧有另一個轉折位就係咩咧，俾海姆裏面睇到人類嘅實力咧。就係、是、當伊奧娜失去咗海姆戰艦應有嘅戰鬥能力嘅時候，純粹靠人類去發揮呢一隻潛水艇嘅實力嘅時候，嗰度其實我覺得係好可惜㗎。嗰度係我覺得，甚至當然啦，呢個話我覺得係劇場版唔係做唔到。唔係呢樣嘢，我諗之前其實電視版嘅時候已經有呢樣嘢發生緊㗎啦，即係。當海姆戰艦係所向披靡，人類嗰啲軍艦嗰啲係廢嘅時候咧，咁就藉住伊奧娜呢只咁嘅潛水艦，當人類搭上咗去呢個潛水艦，可以使出咁多唔同我哋意想不即係海姆意想不到嘅戰術出嚟嘅時候，佢就會將人類嘅可能性再計入自己嘅考慮入邊。但係今次係會更加深嘅原因就係咩咧？嗰隻艦因為而家係之前嘅係一加一發揮三嘅可能性，而家係咩咧？海姆嘅能力變成咗零，只係純粹單由人類嘅力量。呢一度其實係充分顯示就係咩咧？你要俾我哋睇到就係海姆咁樣見識到就係話人類係幾人類有佢哋應有嘅強大嘅地方。即係話就先你先會整個到就係話
縱使我哋係一班兵器話，因為人類會繼續進步，人類會開發唔同嘅嘢，但係海母係冇呢一個嘅概念喺度，冇呢個發展嘅潛力啊，所以最終啊，最終係會可能佢哋係會戰敗嘅，只不過即係隨住時間嘅流逝，可能會越嚟越強，個軍勢會打破咁樣。即係呢度，我覺得就係，但係佢俾我睇唔到佢就係，因為喺嗰一戰裏面就係當伊奧娜俾呢一個武裝lock咗佢嘅能力之後，然後即係對住翻海姆學生妹，我覺得嗰一戰開頭你話其實佢好似話佢淨係靠純粹潛水艇嗰個能力，我開頭覺得哇，喂幾好喎，其實做得，即係完全叫做咩呢，用一班你哋認為啊，而家唔係海姆同海姆打，其實係人類同海姆打緊，呢場先係真正嘅人類對海姆咯。但係因為俾嚿石仔打中咗，就跟住就冇咗啦。唔係咁，其實呢一幕都係即係人類都話即係意外嘅嘢，好難講噶嘛。成日都係咁。唔係，其實佢我明白，但係呢一幕即係佢個主題，我會覺得就係個主題，佢 present 唔到究竟人類究竟有幾咁強大。因為最終就係咩咧？就係、是、到群像嘅後宮門出場去。叫解決呢件事，將成個嘅戰局打平。嗯，呢一個位我覺得係我睇落去之後冇意思噶，其實即係變成最終你都係唔係靠人類嘅力量，最終你都係靠海姆嘅力量去扭轉翻呢樣嘢。你可以話靠人類嘅力量嘅，靠人類溝女嘅力量咯。唔係，因為佢好強調話人類係有戰術啊嘛，係。係。但係成場溝女都有戰術㗎。唔係，佢人類有戰術嘅，只不過行到最尾嗰步啊，因為一啲意外。本來冇諗住佢發生嘅嘢發生咗，而有呢個可能性。咁咪唔好睇囉，到最後其實都咬手瓜，我大力過你得啦，或者真係我十鬼壓咗隻手都得，係咪先？因為佢原本佢動畫第一季呢有個問題就係佢改咗，因為第一季我見到佢物完咗馬方面有一個人類控嘅戰艦嘅係，佢動畫版 cut 咗呢樣嘢，已經冇咗人類方嘅力量啦係。你到劇場版呢、這個機會其實可以編下，我哋唔需要靠海豹隻實力，我哋純粹靠人類力量都可以完全打冧曬你四隻艦，即係用戰術啦可能係，但最後真係。唔緊要㗎，我後宮出馬，一個圍一個圍死你都得。咁其實人類冇意思㗎，係即係 even 你話阿高雄又好，阿、啊、日向啊、俊明嗰啲，俊明嗰啲，嗰啲嚟幫手，跟住最後出馬。我覺得呢樣嘢，你記得最咩話？艦長指示啊，指咩事啫？我哋打完佢咧，得啦，可以跑啦，打上去先咯，成日出聲就已經唔使出聲啦，即係冇戰術可言，根本就係、是。而當然你話嗱，其實佢睇到叫做咩呢，佢唯一呢一場裏面叫做就係話俾你聽。海姆嘅戰鬥裏面，海姆唔係淨係得超重力炮，海姆係可以咩呢？應該話其實海姆你當係一隻咩呢？佢係有唔同嘅技能欄，就係咩呢？超重力炮係最大威力而最佔用技能欄嘅技能，佢佔曬你所有技能欄。你一架艦咧，雖然佢好大威力，但係你只係得呢種武器咯。系啦，會有其他咁樣。而只要你叫做你唔用超重力炮嘅話，你就可以令可以裝到好多戰術，咩戰術啫？裝到好多奇奇怪怪嘢上個艦度，應該係。唔裝埋膠子炮，裝十把光速劍都得，十劍斬死你，點啊？咁我唔否認嘅，而見到嘅武器嗱，偵察型嘅特化，我哋喺第一季或者喺動畫版裏面已經見過啦。而跟住就係長距離追擊，亦都唔係未見過。魚叉啦，應該係。唔係你嗰個設定係似係現代嗰啲漁船咧，有隻魚叉咁啊，拋撈嗰嚿嘢，類似嗰嚿嘢咯。只不過成件事好搞笑咯，我見到係海姆學生會好有戰術咁樣去組合團隊攻擊，但人嗰邊冇嘅係咬手瓜咬人，你就倒翻轉成件事係。喺嗰一幕裏邊，即係高雄直情係俾日向搞嗰個轉頭出嚟添啦。呢個轉頭呢樣嘢好明顯就是日向已經大叔化咗啦，轉頭先係男人嘅浪漫啊嘛。要裝咧，裝轉頭，唔點解唔裝其他武器咧？嚇、啊，裝斬爛都唔得嘅。斬爛都其實係拋魚叉啊！阿竹病嗰邊，竹病嗰邊最後佢係用咩㗎、拖刀嚟㗎嘛？佢係、你點睇到嗰個位置？然後跟住再睇埋金剛嘅出場。金剛係用牙咬佢嘅。索斯機械獸使嚟。我睇話索斯嚟㗎，呢度好明顯係。雖然即大家都知道就係、是、本人係非常鍾意索斯嘅戰鬥嘅、但係喺個船度嘅話呢我就不敢恭維啦。唔係呀個戰鬥畫面今集係有啲喜感囉，即係唔似以前咁就咁超重力炮對超重力炮囉。今集係戰鬥畫面多啲嘢睇。應該咁講，你睇到就係所謂叫做特異嘅戰術係、全部都係由叫做受過群像病毒嘅感染嘅海姆戰艦全部自己諗出嚟嘅。係啦，自己諗出嚟，即係佢哋講話你咁都得，你矛啲啊你，咁樣
即係睇出嚟嗰場戰鬥，我都純粹話有冇逼力，我唔敢講，但有冇喜感呢？一定有。嗰場戰鬥好重要。唔係你嗰啲男嘅都唔係男嚟嘅，純粹講我以前係男嘅，佢係喪屍機械手嚟嘅，咁就唔感覺上係已經睇緊呢個 Monhun 嘅世界，又有雙刀啦、轉頭啦。喂，你見到雨黑刀之後，喂雨黑，喂你一格戰艦可以甩尾㗎，漂移。三百度反轉真係，即係嗰隻你同我講佢唔係喪屍，我唔信咯。咁佢有睇藤原拓海啫，可能冇坑渠咯嘅海神。我嗰下點解我幾期待佢開刀，然後跟住拖刀㗎？不過佢拖刀嗰支就俾咗竹柄。嗯，佢技能難，唔可以裝咁多嘢啊嘛。所以睇落去依一戰嗰個感覺就係俾唔到最重要嗰個部分，人類嘅可能性呢，一部分係完全睇唔到、體驗唔到出嚟。我哋叫南洋嘅可能性，唔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人類嘅策略，你成日都講就係話人類同海姆最大分別就係人類先用戰術啊嘛。但係人類先用戰術呢樣嘢，只可以係大家嘅戰力差唔多。或者爭少少咁遠，其實咁遠樹下其實係戰略已經好難做㗎啦。唔係有嘅，你見最開頭第一場打嘅時候咧，佢哋用海底嘅沼氣去攻擊翻咧，都叫戰術嚟嘅，真係。咁你嗰陣時嗰幕其實 OK 嘅。你嗰陣時嘅戰力都好相差唔遠啊嘛，一格艦對兩格艦啊，叫做啊，雖然係劣勢㗎啦，但係冇咁爭咁遠啊嘛。大佬而家一格艦對人哋成班學生會都嚟緊啦，大佬個戰力差真係差太遠。而另外最大嘅另一個問題喺依一場戰裏邊就係咧。所有嘅艙艦、戰艦嘅其他嘅成員出現嘅時候，係咩呢？喂，我真係覺得你個海務嘅封鎖線其實唔係真係好封鎖啫。佢哋真係突然之間話高雄嚟咗，然後跟住話哇，跟住真命又嚟咗，然後跟住金剛都嚟埋，跟住話你個包圍網都好多漏洞下。唔係呢個包圍網問題，好明顯係雷達唔做嘢嘅問題咯。突然間出現一架艦出現咗喺你嘅偵測嘅海域入面，你竟然唔發覺嘅時候，唔係偵測，係目視，我見到啦。你作為一隻呢隊艦隊嘅耳目嘅時候，你係咪失職先？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呢度係令到好多嘢就係話，原本呢套嘢其實佢俾即係艦娘嗰啲艦娘啦，柴娃娃嗰啲唔同就係佢喺呢一方面度其實佢有落個心機嘅，至少動畫版佢係有落過呢個心機喺度。但係咩咧？劇場版呢度因為壓縮戰隊嘅關係，即係其實如果呢一個位我咁講啊，金剛呢個其實佢真係會突破防線出嚟，跟住你令到佢哋學生會呢一邊分神，而令到群眾有機會反擊，我覺得仲更加合理。始終唔覺得係金剛會好直接去幫助群像佢，因為金剛個定位其實唔屬於艙艦戰艦嗰邊，佢亦都唔屬於海務艦隊呢邊，佢反而屬於一隻藍同紅艦隊打緊嘅時候，佢係黃色嗰啲格仔咧，嗰啲艦艇走出嚟嗰啲中立角色嚟噶嘛，係啦，係啊。你可以話金剛傲嬌嘅咁樣，而金剛個位用得唔好咯，佢破壞咗個設定。正嘅話，佢想去睇某啲嘢，或者佢想知道某啲嘢，而同蒼藍艦隊利益叫做一致嘅時候，所以佢去幫佢。唔係金剛個設定咧，呢度個戰鬥設定其實最重要，佢係帶出因為伊奧娜嗰個低落嗰個感覺咧，去喚醒翻伊奧娜嗰種嗰個作用出嚟啫。其實最重要嘅作用係咁，但係佢嗰場寫得唔好咯。嗰場感情亦都係寫得唔好嘅，即係你揾金剛去叫做話咩咧？依一個曾經被伊奧娜叫醒過嘅人，而家係用翻另一個立場去叫醒翻佢。日系嘅嘴炮通病咯，又系覺得。我覺得係，都係。其實你講完嗰堆嘢係冇意思，我想講。唔係呢樣嘢本來寫得靚嘅嘛，即係之前啊，即係動畫版嘅時候啊，點樣鬧醒金剛啊嗰啲嘢，即係作為一個獨立意志啊走翻出嚟啊。咁到佢低落嘅時候，即係你好簡單啫嘛，你永遠嘅敵人就係最了解你嗰個嚟啊嘛。佢其實佢個角色好適合做翻呢個喚醒嘅角色嘅，但係佢出場個。嗰啲説話嗰啲感覺啊，唔做唔到到位。最大問題 ，Ilya 佢嘅問題係俾人鎖曲啊嘛，鎖曲你又唔關佢事嘅嘛，所以講係。唔係佢唔係鎖曲，只不過佢係即係佢個俾人講到就係話啊，你唔係你自己嚟噶，如果唔係阿大和沉咗貢獻咗佢嘅靈魂俾你嘅時候，你根本乜都唔係。佢要喚醒翻啊，你其實你自己喺 Ilya 呢樣嘢咯，喚醒翻自我出嚟咯，其實係。呢、這個位我都話呢、這個位。係，我覺得有一半啦，有一半係佢自己錯㗎啦，定係另外一半就係真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劇場版嘅關係，佢將好多嘅主題壓縮咗喺呢一場戰鬥裏面。呢一場戰鬥其實你話如果以動畫版嘅份量嚟講啦，
佢應該係六集嘅份量嚟嘅。四五集咯，可能四五集、七集都差唔多。群像佢哋用人類嘅力量去點樣嘗試去突破呢、這個，嘗試去突破防線，冇話抵抗啦。根本呢個戰力差，實在唔容許去即係面對面去對抗嘅。係啦，然後跟住再中間裏面一啲遭遇戰，同埋你可能就去同呢一個日向同埋高雄合流。然後跟住再先係再打呢一場，再打呢一場嘅大戰。係啊，你要有一定嘅戰力，雙方嘅戰力係對等，你先會運用到啲戰術噶嘛。無論用咩形式都好啦，佢去從旁幫助，或者突入呢個戰場啊，或者甚至唔幫手，佢淨係企喺隔離望嘅啫，作為一個旁觀者，兩邊都唔幫嘅都可以嘅喎，係咪先？係啦，就冇呢度咁核突咯，就冇呢度。壓縮得太緊要，呢場戰鬥係完全係攝到唔知極限攝嚟㗎啦！呢、這個已經係，我知抌多錢落去咯，啲百萬飛彈倒嚟倒去。唔係應該係知佢呢場戰鬥係擺咗好多功夫，想講翻好多嘢出嚟，我哋都睇到嘅，只不過佢處理得唔好咯，實在係。係啦，呢、這個我覺得好可惜嘅地方嚟。而你話跟住去到最後，武藏同埋大和即係 Eola 嘅，佢上一世啦，可唔可以叫轉身咯？係啦，轉身。啱，佢 back 咗就正常備份 ，copy 翻過去啫係。然後跟住佢哋嘅大戰，恩怨情仇。嗱呢場大戰其實係呢場大戰亦都係日系裏面通常就係咩咧？最無謂嗰一戰，呢一戰係好無聊嘅呢一戰。佢嗰時話：我哋人類要同海姆溝通。跟住兜頭九十度角直嘢打爆你，死咗未啊？死咗啦！我哋坐低溝通啊。不過死咗，算啦，唔好講啦，我哋夜翻屋企度我哋。唔係啊，嗰幕我係諗到啲咩咧？之前咪有放段片啊，做咗台灣藝人道歉嘅，唔係係我搶曬你啲男，跟住咧揾個錄影機對住你，你而家同唔同我和談啊？唔和談，個錄影機 stop 一 stop 先，打到你幾錘先，和唔和談？嗰種感覺咯，我係覺得。嗰一戰裏面即係話嗰個溝通 ，OK， 我都話你溝通 OK 冇問題嘅，即係你要玩翻日系嗰啲好，我哋大部分人都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片，但係日系好中意用嘅，你慢慢利用。但係要互相理解。你點而家係點互相理解呢？兩個總旗艦喺度互嘔，嘔到爛曬啦，爆曬啦，然後跟住話哦。我明白啦，喂，以炮交心都唔係咁樣交心咯、啊。唔係，佢哋核心角都冇埋，可以死得可以升仙嘅，係打喂，你要溝通和談條友，唔好死先啦。我想講，佢都死埋。係打到係打到兩隻都死，兩隻同歸於盡，然後跟住話。我理理解，我理解溝通嘅重要性。我理解，唔係會死㗎。唔係啊，係我哋打咁耐，我哋得個吉嘅就冇意思嘅呢場戰鬥。我哋終於明白啦。所以呢一場戰鬥裏邊係比學生會嗰場。是更加不堪入目，是更加不好看，作為最終大戰來講，是不知道他做的什麼。你跟著無緣無故就說、哦、叫醒了大和的殘骸、啊、的殘骸，然後跟著你的超量合 體跟著將一隻潛水艇變成一隻旗艦級 的戰艦、然後跟著兩邊在這裡就互撼，撼完之後再說話，我其實好想同你溝通嘅話，我都好明白你嘅喎。你明白佢，但係我哋唔明白而家。我有兩世記憶，你打唔過我啦，你投降啦。我記得翻起啦，前世啲資料打你。唔係，佢好神奇就係其實嗰個咩合體應該話跟頭嘅 G 戰機合埋落去。如果唔係咧，你見到個成個潛水艦個外殼冇變過嘅，係佢嘅駕駛艙冇變。佢其實係變翻大和嗰個武裝。而衍生第三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武將其實渴求緊嘅係大和，但係佢嗰個嘅講法就話、是，我係想再殺你一次。唔係，如果你唔係我心目中嘅大和，我會再殺你一次，直到你變翻做我心目中嘅大和為止。病嬌嚟㗎啦，哇！一路都係㗎啦，你估佢真係鍾意大叔啊？你睇下佢生出嚟個大叔係咩樣，你係傀儡嚟嘅啫嘛。呢度有趣嘅地方就係咩？究竟大和其實呢個宣言有乜嘢意思呢？即係除咗你話逼到阿伊奧娜同埋群眾去揾佢之外，佢同世界嘅對答其實係冇意思嘅。唔係佢嗰個。你如果代入翻佢嗰個角色嚟諗咧，就係話，因為你人類嗰班友佢咁樣對我家姐，我而家要殺曬你哋咁嘅意思咯。唔係喎，對家姐，佢殺佢家姐，係啲人類殺咗艦長。嗱，你點解佢會對佢咁家姐咁樣咧？就係話你啲人類迷惑咗我家姐，搞到我家姐而家咁嘅下場，我而家要怪罪你班人類，所以我要懟冧曬你哋。所以我咪作出呢個宣言咯，唔關事，人類都知錯，即刻殺咗男仔啦。嗱，呢個害人精腳踏兩條船嘅人，就因為殺咗佢啦，唔係應該感謝我哋人類先咩？你點講講唔通嘅？最尾係而個故事裏面其實最終哦，因為兩隻總旗艦到死亡，
而令到就係冇人能夠再發最高指令。冇再發，佢都唔知咩咩指示啊。總之話冇，應該冇一隻海母戰艦能夠有權力可以再下達咁，即係而且個已經話，我亦都係講緊第一件事就話，因為根本冇講過曲係乜嘢嚟，即係你話如果好似頭先有馬講嘅其中一個理由都得㗎，個曲係啲人做咗出嚟之後，然後跟住其實已經留低咗喺度㗎啦，即係佢可能純粹係發動一次就令到海母出現之後就有得海母班有自生自滅㗎啦，其實係，咁我覺得冇問題㗎，你起碼俾我哋知道就話，呢個曲喺我哋觀眾嘅神視點裏面已經是不會再有任何指令，而就是咩呢，去到呢度佢個故事就話海霧要叫做咩呢，佢哋要找到喺呢個世界生存嘅目的，咁跟住就變成就係各自為政啦，跟住就係有啲人又要繼續行返佢過往收到嘅指令，去繼續可能攻擊人類啊，遵從佢自己嘅自身嗰個行為啦，係啦，咁跟住就呢個故事就去到呢個位置就咁樣就完結咗，我只可以話開放式結局囉，平凡啲不過尚可，即係中間嗰幾節裏面好關鍵嗰啲嘅解釋，佢唔做嘅話，其實咧依套嘢佢做唔到個宏觀形勢俾我哋睇到，就話咁樣嘅 opening 其實係都會有叫做可思考嘅空間，就話究竟之後啲艦會點，甚至係 side story。唔係個設定上唔完滿咯，解釋得應該話，即係佢個大囊就有曬喺度啦，但係有啲細微嘅設定就冇解釋到，令到成個故事似乎就唔係好原本咁咯。係咯，最終我哋知道就係金剛成為人生嘅贏家咯。咁關佢咩事？關咩事？金剛收曬成個學生會喎、啊，唔係佢不嬲都屬於金剛噶嘛。係咯，原本就係金剛下面噶啦。咁離開咗啊嘛。離開咗就係因為冇個曲指示，我哋要去咁做啦。我哋根據我哋嘅自由意志，我哋跟翻金剛有咩問題先？咁咪人生贏家咯，咪贏咗咯。個老公行錯咗幾步啫，老婆喺屋企都係佢老婆嚟噶嘛，不嬲都跟開金剛噶啦。只不過有金剛同個曲喺度嘅時候，我會先遵從個曲。個曲唔喺度，我咪翻翻金剛嗰度咯，冇問題。老公行出街幾個鐘啫，唔等於個老婆唔係佢老婆噶嘛，大佬佢翻屋企，因為而家係。咁你咁講好難講嘅，咁又我解釋翻個情況俾你聽啫，真係。唔係，當然我覺得就係喺造型上，即係金剛純粹係改咗個髮型，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得㗎啦。其實造型上啊，造型上已經非常之得㗎。其實下半部劇情裏面最佳造型一定係金剛。嗯，咩叫霸氣登場係佢啦？無論佢霸氣登場，佢隻男嘅攻擊方法同埋佢自己個心智祖母都係贏曬所有人成條街㗎，都係完美嘅，冇人可以一對一贏得贏，打得贏金剛。而最重要就係、是、其實係嗰個君臨出嚟嗰個霸氣啊！即老實講，無論大和或者武藏，係冇呢種咁嘅霸氣出現。佢哋叫做咩呢？佢哋喺動畫喺呢套劇場版裏面顯示個霸氣嘅方法係咩呢？好多炮咯。倒垃圾，純粹係一個 戰力上，唔係嗰個氣勢上咯，係出場嗰下就已經好似打機戰白河神出場，佢唔使講任何嘢嘅，佢淨係出嚟，你已經嚇到你飆尿噶啦。唔係，場上面所有嘅敵人，所有嘅人啊，都要注視佢，無論敵人或者係 NPC 或者係即係自軍操控嘅嘢，都要望住呢架嘢。係啦，唔知咩嚟。即係嗰下金剛出場嗰下，我係個腦裏面係響緊咩呢？白河壽坐住格蘭森之後嗰個 BGM 出現㗎。你落過啫，你落過啫，同講你落過啫，耶走咗啦，好嘢！即係喺塑造個星城情況上，其實係金剛係成功。因為呢個亦都係可能建基於就係有動畫版同埋上半部劇場版嘅可以好多嘅營造，而我哋叫所謂最終嘅大魔王啊，武藏，武藏或者大和啦，佢冇呢個，亦都係可能就係因為佢將佢設定成為一個幼女啦。咁幼女好難俾個咁嘅氣勢，咁咪霸氣嚟咁啊！幼女都係氣勢嘅，不過問題佢做到啫，係。所以睇出嚟嗰個感覺，反而你同我講話，如果武藏係種奇男嘅話，我仲覺得拗得通喎、啊、件事。唔係，如果武藏係個大叔咧，可能佢都可以霸氣少少嘅。但如果佢個羅莉就真係爭啲啊！即係應該話設定角色問題咯。所以睇出嚟嗰個效果，而家就係話咩咧？好多角色你會覺得有啲錯配嘅味道喺裏邊。而呢套嘢亦都係話犯咗大部分入。本嘅劇場版嘅一啲通病，或者佢會慣用嘅一啲嘅技巧，溝通劇情壓縮，跟住最終係強行話完咗故事。呢個我覺得係日本故事嘅一個通病，試圖洗白一啲角色。其實唔使洗白嘅，我覺得其實即係武藏嗰啲都洗白。你由得佢合落去啊，其實
黑其實都係一種魅力嚟噶嘛，其實唔係敵國，其實係有魅力嘅敵國，難寫個有魅力嘅美方噶嘛，即係難寫好多。好顯然就係你知道就係喺呢套裏面最吸引人嘅嗰個一定係金剛，金剛佢係白咩？佢唔係白，佢又唔係黑得曬喎。佢都係叫黑嘅，如果你叫黑嘅話，其實佢係、okay. 第三樣嘢就係咩呢？試圖安撫觀眾嘅玻璃心。最後伊奧娜死咗㗎啦，然後跟住佢都總要做一幕就係回頭翻嚟啦，重生翻嚟。而即係呢個位，我覺得係冇咁嘅必要。你呢個位應該係留翻俾觀眾去想像。佢係咪冇死到定還是乜嘢、嗯？你唔需要做一幕出嚟話。你好簡單噶嘛？你之前話到明心戰冇做係一個核心噶嘛？你唔使做嗰個核心戰冇出嚟，留翻個核心喺度，咁俾啲觀眾睇下，可能佢有機會以翻個心戰冇做形式翻翻嚟，又唔出奇。唔係啊，或者係以後都係得翻個核心，又唔出奇。呢啲依一幕其實好著墨，即係留尾於一度。你如果望住頭嘅，你頸鏈喺度，即係畫成編組，覺得係。你太刻意去留咗呢一個尾巴，話俾你話有呢個可能性咧、嗯，其實係低手咗嘅，我覺得係、嗯，因為你咁樣講咗出嚟之後，有咩位啫？你又唔係為做落去，亦都幫唔到個故事最後調味、嗯。哦，因為如果佢冇死咗，其實你會後面有無限嘅想像空間，亦都做唔到呢一點出嚟。咁其實呢一個重新呢一、嗯、個嘅所謂嘅劇情環節，係、嗯、咪真係必須咧？其實好多日本動漫都係有呢個問題嘅，係。明明死咗咧，都要拎翻佢個靈魂出嚟鞭屍嘅。靈魂要點靈魂先至係？即係叫做呢啲真正係咩啊？死五眼幣。日本喺呢啲所謂嘅劇場，尤其是劇場版方面咧，因為壓縮得太緊要咧，佢覺得唔能夠淡然無味，即係佢係一套電影嚟嘅。係。佢就咩咧？強行去加一啲調味料落去。冇嘅。呢啲所謂煽情或者係你適用佢係一個好大嘅爆點，嗯、但係你唔適用嘅話，只不過係咩咧？我唔知你喺度寫咁乜嘢。甚至你扶你套套都用。佢係我基本上你話、嗯，尤其是所謂叫做溝通啊呢啲嘢諗，叫主角群抱住一個大義諗言嘅理論去壓過呢一個嘅邪惡方，而邪惡方去到最後，因為受到呢套言論迷惑，感化力迷惑，成個人生裏面一直冇一直去堅持住嘅信念，崩潰啦。咁你睇落去就話，佢係咪好睇呢？就咁講一個咁嘅 idea 嘅話，佢係可以係好睇嘅、嗯。但係喺一套劇場版裏面就係咩呢？你只係由頭嗰五分鐘知道呢個魔王嘅理念，嗯、到唔夠一個鐘時間，個魔王崩潰啦。咁你唔會覺得係好強嘅？觀眾都崩潰埋。唔係，因為日劇佢尤其日本而家近年好興咧，臨尾大戰而家唔夠氣勢咧，佢喺度講多廢話就係、是、溝通。但係睇翻以前作品唔係啊嘛，我係奸嘅，哈哈哈哈！我係奸落去，我係唔理你啊！你唔會、嗯、以前唔會咁啊，而家先會咁嘅係。因為日係中意做一種就係、是、我叫做就係頭先所講嘅洗白，呢種洗白係為咗佢慎防就係呢個角色想更加多人中意佢。而去做嘅，即係佢依個嘅諗法就係話咩咧？佢覺得完全嘅奸角係佢嘅受眾群會係好窄，但如果你叫佢咩，俾翻少少善良佢咧，即係喺一盤黑色嘅水裏面加點白色落去咧，就會令到就係啲人會覺得就係話，呢個角色有可取之處咯。呢個奸角都奸唔曬嘅，佢因為某啲原因啊咁不幸遇到呢啲事情，先會變成咁嘅啫。啊！俾翻啲 credit 佢啦，咁樣講嘅意思咯。而家經常係唔係都俾 credit 佢，不論佢有冇咁嘅需要，俾咗先，唔好理。係啦，攞咗先。咁、嗯、最後就係個角色咩咧？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講啊，奸、你又奸唔曬，好你又好唔曬，跟住咩咧？完全同你自己嘅人生嘅理念完全唔能夠得到貫徹。呢、這個角色究竟係咩嚟啊？你前半生同後半生兩個人生係完全顛倒嘅。所以我覺得就係睇呢啲劇場版，亦都係最可惜。最可惜嘅就係，本來係一套好嘅作品咧，好多時就係因為呢啲咁嘅環節同埋壓縮劇情咧、嗯，甚至有時我覺得話，喂，不如你純粹你用五分鐘時間壓縮咗啲前文後理佢咧，有時、嗯、即係唔好講太多啲乜鬼嘢，我純粹集中喺一場大戰。其實你話最近期嘅依方面呢啲做得好嘅，真係只有樂園追放嘅。嗯佢真係知道點樣去壓縮一個劇情，有啲乜嘢係唔需要太多著墨去講。唔係最緊要佢冇講廢話，我哋要同佢溝通，我哋和談受氣。即係溝咩溝咩溝咩啫溝？唔好講廢話，我打啦你。打唔贏，打唔贏，
唔打咯，即係唔溝通咯，走咯我。唔係啊，兩樣人兩種人嘅著眼點唔同嘅時候，有時係點溝通都冇用。唔係，一般就喺佢話唔同唔緊要啊，我哋溝通啦，我哋打到你阿媽嘅，我哋溝通啦。依個位亦都係話，大家經常都講話人類係要溝通嘅，但係咧，即係如果當大家溝通唔到嘅話，其實就唔好勉強。唔係呢個前提係大家要溝通得到先得咯。大家都係秉住一個信念啊，我哋要溝通咯。如果係一方我哋要即係維持一個信念就係、是、啊，我應該要同佢溝通嘅。但係另一方係完全唔聽你講嘅，冇用冇作用噶嘛呢樣嘢。係啦，所以呢套嘢就係叫做我只可以咁講啦，佢係好我哋一般睇開嘅日本動漫劇場版，中上嘅作品啦，叫做係未去到上，我覺得中間嘅啫、不過不失。蒼藍好睇嘅地方佢有，但係叫做咩呢，成個蒼藍宏觀嘅世界觀佢係完全破壞曬，係唔知佢講緊乜鬼嘢。佢動畫都有講過美國嗰邊啦，佢而家其實乜都日本嘅咋，其實成個世界真係呢個世界唔係得翻日本，呢個世界只係得翻群像同埋海王。佢再講咁大，佢就更加冇篇幅啦。系啦，呢个系你原谅佢嘅。咁啊，我哋呢一套就去到呢度啊。咁啊，我哋之后亦都会讲埋呢另一套嘅伊藤计划嘅《尸体帝国》啊。嗯，系啦。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好，我哋下集再见，拜拜。拜拜。